建筑。哦，这只马蜂真的很漂亮，我一直想给它吸，它都不吸，让我觉得难过，是不是嫌我的皮太粗？来哦，各自就位。各位要出动啊！今天阮坐到一台四客人的战车，准备十二个人哦，甲咱的驾驶吉米大哥要冲去哩，咱的兄弟嘛，兄弟，兄弟，龙岩的所在，好，战车要行咯，后边人，后边人，破人，后边人，破人，破人，挥起手第二嘿，好特别，好嗨哦，所以我们今天这样走了一万多。摆在顶好呢，唔通跟他看镜头啊！你把小心手皮啊！我们的小朋友已经羽毛盖住脸。哇，大家在玩什么？玩大竹节虫哎！头上那一只应该是公的，因为又细又长。哇，上脸了，上脸了哦！立波公外宾。哇，大家在拍什么？快，一个一个闪开，快点！好棒哦，原来是大燕鹅。真是好完整哦！
虽然下了雨，但是突如其来阳光却给我们一道漂亮的彩虹。哇，好美哦！哇塞，这道彩虹好大道哦！可以啦，手机用录的都可以的。天上一道彩虹。
个把整串香蕉扯下来。这温老大呀，老大吃较慢的，吃较慢的。你不觉得汗臭很好吗？对，很臭。臀尾猴。你要把我们吃光光。好嗨哦，这应该是这一次的大高潮啊。其实很欢乐的事情是在婆罗洲看美景，但是欢乐之余，大家现在沉浸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。你知道，当人类有了文明以后，来了电，有了网络，有了手机，就算在雨林，各位你也会看到这样的情况，全部人沉溺在滑手机的世界里面。敲胸夹，用指甲撩屁股，他就会放开。你看我的肉，我觉得伟杰你是故意让我撩。